界巡演于12、13日在首尔展开。尽管禁汉入伍，俊战时缺席，但成员们依然展现了十足的活力。在谈话环节中 ，Brandon 突然说道：“反正我们会以完整体回归的，不要太伤心了。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。”全敏奎立刻追问道：“只是刚开始，不是说这还只是我们的开始，以后也会一直活动下去的意思，而是说我们会一个一个入伍的，只是这刚开头的意思嘛？” Brandon 则爽快地承认自己就是这个意思。Brandon 这番踢言踢语让成员们忍不住捧腹大笑，粉丝们则是一片哀嚎。盛宽趁机向粉丝们告状，表示大家应该能理解他和 Verna 当朋友的心情了吧。后期也忍不住吐槽 Verna 真的是一个踢人呢，虽然成员们即将陆续入伍是既定的事实，不过他们乐观的态度也感染了粉丝，大家纷纷表示会耐心等待他们的回归。